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每日都需要一杯斋啡嘅我，呢日都唔例外。但系今次并唔系去普通嘅 Starbucks， 而系全球最大嘅 Starbucks 旗舰店，亦都系亚洲首间 Starbucks 甄选咖啡烘焙工坊。呢度嘅面积啊，足足有半个足球场咁大嘅。我是来自上海的伙伴，我小弟。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戴，然后。要走了，没关系，没关系，下次有空的话继续。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哇，好香啊 ！Secure 咧就同我哋讲话，大概要半个钟到嘅时间先至可以入到嚟啦。咁但系头先嘅人数咧，大概20分钟到就已经入咗嚟。一入到嚟，第一个感觉好香浓嘅面包味。反而闻不到太多的咖啡味，因为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是有一个 corner 是卖面包和 pizza 的了。除此之外，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副产品，譬如好像我这些这么喜欢去 Starbucks 买杯的，在这里就真的有排选了。哇，好犀利啊！呢度简直好似 Starbucks 嘅博物馆咁，呢度有楼高两层啦。咁上面咧系有两个吧嘅，头先听啲员工讲。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咖啡豆嘅生产过程。咁一 pat pat 过去，跟住就送去啲铺头度卖嘅。哇！呢度系 Starbucks 嘅博物馆，真系一啲都冇夸张噶，因为你可以睇到 Starbucks 咖啡豆嘅烘焙过程。这部机会将员工倒下去的咖啡豆经由天花板的管道一路传输下一站烘豆机，一粒粒咖啡豆会在这里进行烘焙，烘焙完之后的咖啡豆会送来这个高八米的大铜罐休养。员工说烘焙之后7到14日是咖啡豆最佳的饮用时间，而在这里喝到的咖啡都是已经休养了7日的咖啡豆来的。上去二楼可以品尝一下以茶冲泡的饮品，这间烘焙工坊还首次提供了十几款酒精饮品，大家下次来上海记得来这里打卡了。再一次回到外滩，再一次见到震蛋，好好彩地每一次嚟到个天都系好清嘅，唯一唔同嘅就系、是、好似一次嚟冻过一次啊，好冻啊！世界最大嘅温差就系、是、当全世界都包到成个种咁嘅时候，佢仲好有勇气喺后面影晚装，好犀利啊！勇气可嘉，好佩服。开始咯，你今天没算好啊。经过寻日大半日的水土不服之后咧，寻晚又冇乜点食到嘢啦，跟住今日系其实系好肚饿嘅，但系个肚都仲有少少唔舒服。咁但系今日都要坚持嚟到城隍庙呢度揾食，咁而家去医下肚先，希望我的水土不服会可以冇咁严重啦。今日城隍庙周边嘅商圈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呢度可以揾到各种小食餐厅、古玩商铺等等，当然唔少都有大家熟悉嘅小笼包同宁波汤圆。而呢度被一座又一座古色古香嘅建筑包围住，感觉好似翻咗去古代一样啊！入到嚟咧，闻到好香嘅水果茶嘅味，
咁咧，佢有全間鋪咧，總共有40至50種嘅茶葉啦，有唔同嘅普通嘅中國茶啦。咁啲茶葉聞落去咧都好香嘅，咁但係未知道泡出嚟嘅味係點樣啦。咁而咧頭先聞到個水果茶呢個味咧，係勁開胃，同埋咧佢咁樣一小罐嘅茶葉咧，25蚊一小罐，咁咧應該可以泡到3-4次到啦，我諗呢個份量。个位咧，你可以试饮呢度嘅水果茶。咁而家见到咧，佢摆咗一扎嘅水果茶嘅花茶、花干啊、水果干咁样喺度咧。咁其实佢就话个原理咧，就系话将呢个就热熏熏咗啲香味出嚟。咁唔怪得知头先入到嚟嘅时候系好香嘅水果茶味。咁除此之外咧，喺度亦都摆咗一细杯咧，就系俾你去试饮。如果你真系拣唔到嘅话，你可以试饮完你先至去拣买边只茶嘅。呢个咧系菠萝水果味嘅茶嚟嘅，饮落去有少少好轻嘅菠萝味，唔会假嘅就唔系。呢间馒头店楼下长期都有人龙等买小笼包，人潮10年不变，但系识食梗系想楼上坐低慢慢食啦。想高啲啲，价钱贵啲啲，质素当然唔同啲啦。好鲜甜，好鲜味啊！啜嘅时候咧要小心啲，因为咧唔小心一啜嘅话咧就会好热噶啦，因为佢个汤咧真系好热好热，哇好味啊！味觉嘅享受啊，呢个简直系，同埋嗰个蟹咧系唔会腥嘅，完全唔会有腥味，系完全咧净系得鲜味嘅啫，好正呢个，要 encore 呢个。跟住試下呢個傳統豬肉小籠，我覺得佢皮咧係厚過街家嘅湯包，街家小籠包嘅。咁但係肉汁嗰邊嗰方面咧，我覺得係唔同街家嘅。街家有街家嘅鮮味，呢度有呢度嘅好味。不過雖然個皮厚咗啲啊，都係頭先嗰個蟹皇冠湯包正啲。咁你見到有個叫精緻野菜小籠嘅，咁佢話係素食者食嘅小籠包，咁入面咧全部都係菜冇肉嘅。咁見到咁特別，梗係試下啦，冇肉嘅小籠包喎。佢就好新鮮啊，我覺得好食過個傳統豬肉小籠嘅呢個。啲菜真係好好味。咁呢個入面咧係齊菜，好香嘅啲齊菜，跟住加咗啲冬菇落去。哇！呢個好特別，我覺得未食過小籠包係野菜小籠包，呢個係素食者嘅福音啊！正啊，好味啊！呢個。行到凍冰冰，入嚟食翻個寧波湯圓。呢個湯圓咧得一隻味嘅啫，就係芝麻。頭先喺門口咧見到佢整湯圓嘅時候咧，
整嘅料好足，好多芝麻入面。嗯，好香，好多馅啊，好甜好味。同埋佢皮咧，好煙韌，唔會好苦，唔會好粉嗰種，好煙韌好味嘅嗰個叫咩啊？麵團。好清香嘅酒味。哇！好勁嘅酒啊，這個。但它不是酒精那種，它是香的酒那種，很純的那種味道。那個粉團是很煙韌的，你不會感覺到好像真的吃一塊粉一樣的。好像台灣人說的很有嚼勁，很嚼勁啊，很咬勁啊，好味啊。還有粉團完全不會黏牙，非常好，好味。在城隍庙，我完全被它的建筑设计所吸引住，一砖一瓦都呈现住浓厚的中国色彩，屋顶上面栩栩如生的石雕亦都展现了中国工匠的巧夺天工。城隍庙在明朝永乐年间由金山神庙改建而成，供奉住三位城隍。民国期间庙宇经常发生火灾，到了文化大革命，老城隍庙受到冲击，庙宇被用作其他用途，直至1994年，老城隍庙得到修复，重新成为道观。主殿连同其他殿堂总面积差不多有1000平方米。而家大家听到城隍庙都只会想到周边的商圈，大家往往就会忽略了这个经历古今的城隍庙。入到嚟张小泉呢度咧，系卖铰剪嘅一个非常之出名嘅一个牌子啦。咁咧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公用嘅铰剪啦，攞嚟剪头发嘅又有啦。头先亦都见到有啲剪指甲嘅。咁剪指甲咧，我头先试过攞出嚟剪咗一块仔指甲，系非常之好剪。而其中一把咧，喺个把柄侧边系有埋个夹指甲锉嘅，咁好方便，剪完之后就可以即刻锉甲。你可能老上海人咧就会识得用铰剪嚟剪指甲啦，但系我呢啲叫做懶現代嘅80後，應該唔識得用指甲剪嚟剪指甲嘅，要用翻指甲鉗，如果唔係咧崩曬啦應該。摩天大楼是我去旅行必到的一个景点，因为可以居高临下地欣赏一个城市。这个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00楼的观景台，我又怎会错过呢？哇，上到嚟97层呢度咧，已经系望到出面嘅夜景，好靓啊！平时都只系可以喺呢个东方明珠塔下面咧望上去嘅，但系今次咧可以喺东方明珠塔嘅上面望翻落去。但系呢个位咧都只系97层嘅啫，但系而家咧要上100楼。100层。上到嚟100层同埋97层呢度咧，虽然只系争到3层，但系呢度咧完全系冇嘢阻隔，可以俾你望到出面咧成个上海嘅景。可惜今日有啲雾咧太大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呢个景系真系无敌嘅。
喺呢度嘅中間位置嘅兩邊走廊嘅中間位置咧，係有個玻璃嘅望到下面嘅一個玻璃嘅路啊！我相信係強化玻璃嚟嘅，但係望出去咧，其實都有啲腳軟。好似而家夜晚個感覺咧，都還 OK 嘅，但有少少腳軟嘅。落到嚟 B 二区呢一度咧，被劲多唔同嘅嘢食嘅香味咧包围住啊，好肚饿，但系好难揾，因为太多唔同嘅嘢食啦，要慢慢揾，拣啱先至入去。呢、这個軟酸豬肚麵，佢呢度咧成間嘢咧做到好似日式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佢係食咧中式嘅一啲麵嚟嘅。試下佢湯先，佢呢度寫住原湯養生，養生。嗯，佢呢個咧。軟酸咧，佢係話咧用咗啲薑去調製嘅一啲酸辣湯嘅味。我第一次食咧係酸辣湯咧係有薑，係用薑嚟做嘅酸辣湯，好香。嗯，好味。佢唔會太酸，亦都唔會太辣，所有都啱啱好。試下個豬肚啦。佢豬肚好爽啊！嗯，个面都好味啊，个面质打得好好啊，好弹牙啲面。我见到呢个蟹油炒饭咧，好似好正嘅，然之后咧都忍唔住叫咗嘅。嗯，我觉得我蟹油炒饭可以 M 过，咁嘅价钱可以食到成兜。蟹油炒飯咁大碟，成塊面咁大，我懷疑咧佢落咗少少咧啲豬油渣落去炒嘅，都好香啊！成個飯，哇！我覺得個飯係完全贏咗啊！再次回到田子坊，再一次喝熱紅酒，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呢，今天是有少少毛毛雨，再加上最正的是沒什麼人，整個田子坊都沒什麼遊客，好遊客。田子坊除了吸引我這些藝文青來打卡之外，當然有很多真藝術家在這裡打燈了。在这栋画家楼里面，有很多艺术家和画家在这里开工作室和画展，身为艺术家的你又怎可以错过这里呢？一如以往，攞齐小笼包外卖就可以去机场翻香港啦。一连两集悠游上海二嚟到呢度，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 video 嘅话，记得俾个 like 我同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记得揿埋呢个钟仔，我一有片出，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噶啦。下次见。